好，各位同学来测试一下图像和声音是否清晰流畅，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各位同学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好的，那我们就和各位同学开始，进入到今天的讲解当中。行情出现了一些回调，那单纯的，那我们注意到，之前美元走势呢出现了一些变化，那。我们看到这些行情呢，纷纷到达了它回调的位置啊，走出一些行情刚刚开始运行，所以到今天的时候，我们觉得，美元对日币的单其实在可以去做一些调整所以这是我们在今天需要去做的一些动作。那主要其实我觉得今天还在动啊，包括比如说我们看到。英镑啊，探及低点之后开始向上运行，澳币呢又从低点开始进入走开了，所以新的一波行情在运行啊，美元对日币开始往下走，那这些行情当中出现的欧元已经往上开始走了，昨天早盘时候早盘啪一下欧元走上来，现在又开始走了，局部我们会看到英镑逐渐在底部形成这种。碳的这个结构啊，那甚至在今天的时候，像底部这些位置上直接就可以入场。那目前我们看到英镑跑上来12点，晚一点跟也可以啊，就是目前跟也可以，上面的空间还在啊，我觉得空间还在。所以今天的时候，我觉得仍然是一个以直盘为主的一个主线了啊。黄金我们看到刚才从底部啪一下上来，非常好啊。黄金今天点到低点就冲了上来啊，点到低点就进入到交易系统的一波，从下边一波上来，那直接一下30多点，英镑刚刚开始运行，所以我觉得在今天最初的这个时机点上，英镑在小时图上走出了一个反转行情。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同学在更低的位置上入场，我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在更低的位置。入场的那没有入场不要紧，现在在目前的位置上，我们可以去入场一些英镑，去减少一些黄金，因为黄金遇到关卡价位，而英镑呢，还在刚刚开始启动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第一步的动作，先做一些仓位的调整啊，一个英镑可以先去。进来了，止损，我们最初35点的止损，给予一个35点的止损，或者止得远一些，就是英镑的标准止损，止到45点、40点，也都可以。现在是90，那走50就是40点啊。获利满足位，我觉得如果叫满足的话，上边有50的一个止也可以啊，先去把这个单子先去，可以做一个止损啊，英镑已经。跑开了，所以今天的第一步的动作，我们先把英镑的这个执行单呢，可以去做出来，英镑的这个执行单，我会把它我们的群当中来，因为今天也有意思，行情在第一时间就出现了这个交易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机会。我们同学说，声音很有磁性哦。表扬的 Kevin 老师，谢谢。
所以英镑这个图形可以在这里去把它入场进去了，把它英镑。然后我们今天有同学已经找的地方去入场的英镑也都可以。好，那我们今天是2018年8月22日，侯瑞林给大家带来的第1295期的讲解，我的大学由入门到精通。那刚才我们去入场了英镑的入场了。行情已经进去了，随后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去调整一下，会和各位同学调整一下的黄金的它的黄金的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这个要去要去做的。今天为大家带学院为投资人提供投行级别专业交易策略技能。金融服务机构，我是郭凯，天国寇顺明金融教学的院长和创始人，会给大家带来今天的讲解。那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去谈及了摆荡，包括行情当中的一些震荡的行情当中的一些处理啊，震荡行情当中的处理，给大家的一些交易的建议，包括去从低位去买入澳币，低位去买入黄金。高位去做空美日啊这些的交易的建议也给到了各位啊也给到了各位同学。那在今天的时候，我们继续去了解行情当中的这些摆荡类的交易指标啊。在之前我们学到一些指标有很多了，那我们就以AO 指标去继续看的话，我们 AO 指标呢会出现一些。AO 的变色啊，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出现了AO 指标的变色，那中间我英文上叫 source band，叫做蝶形买入和蝶形买入和蝶形的卖出行情。AO 指标它的反应的灵敏度，但是它对趋势行情的把握其实是把握的非常，指标是有它特点的。那当然用 AO 指标的这些投资人不是特别多。不是用 AO 指标投资人不是特别多。那今天，也有一位投资人问我说，哎，Kevin 老师啊，市场当中的这些指标，是不是越有人用就亏损越多，准确率越差呢？准确率越高，盈利的效果越好呢？一般来说。指标用的人越多，同样去使用同一个技术指标、同一个交易思路的人越多，那么它所带来的收益是越多的。这是一般性的讲解就会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在市场当中使用的最多的交易技术指标，那这个技术指标就是用的人最多的，所以行情走到 SMA 200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产生的对市场当中的影响力会是最大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种类型的指标去触及的时候，往往会带来更多更有效的这种的行情啊。那我们把这个行情呢切换到内容当中来啊，英镑已经开始跑了几点了，应该收益了。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把我们所要做的黄金的一些仓位的。做一些仓位的调整。黄金，好，黄金目前的位置是在1196的位置上啊，1196的位置上。那1196目前也是我们接近到破位的位置啊，就是接近那最近几天最高的位置出现的高点，最高的位置出现的高点是在1197.81的位置，这是今天出现的高点。那我们这个行情已经运行了，有100多点了。所以我觉得做几个事情，第一个把这个仓位呢去了结上一半的这个仓位啊，把
黄金的仓位呢去了结上一半，因为它逐渐进入到顶端，就是1200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会有一些行情的反复和波动，所以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先把它了结一半。第二个动作，我们把黄金的止损移动上来啊，黄金要损一两平点，确保不再确保不再亏钱，甚至有些同学可以移得更高一些啊，移动到我们的86的位置啊，移动到86的位置。好，我把这两个讯号呢发送给各位同学。目前有哪些同学还有着还有黄金的单呢？目前哪些同学交易的单呢？我们看到有些同学还有黄金的交易单，黄金可以去做一些减仓，逼近到这个关卡价位的时候，逼近到这个关卡价位的时候是应该去做一些调整，把这个单。其他同学呢？其他我们一直听解盘的同学应该也会有这个交易单，也会有这个交易单。那这是我们对黄金仓位的调整。那另外在行情在运行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档位的指标，也会有一些档位的指标。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走的当中啊 ，K 模板 K 模板当中，我们插入技术指震荡类的技术指标啊，有 AO 啊，还有 BR 威廉姆斯的 Awesome Oscillator 的这些这些技术指标，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AO 的指标嘛，这是 AO 的指标。那 AO 指标加上之去，我们会看到哦，如果在小时图上，目前的这根 K 线啊，实际上它同时也可以是入场的一根 K 线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AO 指标它的动作比较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结构啊，下边的这个结构，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蝶形结构啊，这是叫做蝶形结构。那这个蝶形结构，这个蝶形结构，这个蝶形结构是个买入单 K 线，点像是我们在之前看到的这个结构当中这根 K 线，这根 K 线，黑黑红形成的买入机会，黑黑红形成的买入机会。所以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我会这样去认为它。那指标给出了一些买入机会。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技术指标是一个这个技术指标是一个小时图上的技术指标，在更大的级次上上来之后呢，会有一个阻力位，这个阻力位是重要关卡价位1200的关卡价位。那所以当行情走到接近1200或者接近1220的时候，行情会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一些反复的行情。我们也在这些反复将要到来的时候，将要可能产生的时候去做一些减仓的动作。目前也有个有意思的事情，最后一根大型的阴线被一些连续的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小阳线穿越向上，最后一根大阴线被连续五根穿越向上。所以在这个图形当中所以在这个图形当中，我们会看到这种交易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破位啊。那中间今天也有投资人认为说黄金的底部还没有建立，我觉得这种思路也可以，但是交易当中确实已经走了两三百点行情，已经从1160到1197已经走了300多点行情，那虽然没建立，但是已经拉出了非常充分的盈利区间，也是一步完整的建立，会影响到你的入场时机。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所说的另一个货币对，
美元对日币啊。每日昨天有哪些同学有交易单？昨天是限价，昨天有同学有限价入场的，有挂单入场的。每日有哪些同学入场了？同时我们在群里面大家说一下，每日的空单你是限价入的，就昨天有两单嘛，一单是限价入场的，一单是挂单入场的。有哪些同学是限价入场的？哪些同学是挂单入场的？好，我来看一下，其实这是反映交易性格的。我们昨天两单都入场了，昨天的两单都入场了，一单限价入场单现在有浮动的，50几，然后挂单入场浮动的盈利166，166。那我们看到有。同学是50空的啊，那这些位置空的就是空的很好。陈玉玲同学是空在35，35是个什么位置啊？35的位置就是有些中间了啊。那我们看到 Ray 空在了50，也是空的非常非常好。这个50空到了吗？50的空单执行到了吗？那我的位置是空到了，小燕同学是挂单入的，Grace 是挂单入的，挂单入的效果，那就会看出来，相对来说我们看单入的现在在浮动的盈利当中，限价入的那目前有一些浮动的亏损，这也是体现出就是。有些单啊，耐心等待会走出好行情。就以我们这张图而言，就以这张图而言，我们几乎想不到能有单更好的入场点了。几乎想不到这个挂单更好的入场点。那昨天最高的是55啊，昨天最高是55，你入场是四级，几乎逼近到这个极限价位。几乎逼近到极限价位，所以我觉得昨天这个挂单的位置，我们就做两厢取舍的话，还是挂单的这个位置，它的入场的点位会更加理想一些啊，就直接挂的，那它的防守区间也变得非常的小。这样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把它的止损呢移动下来啊，移一些下来，因为它顶部已经确认了，可以去往下移动一些这个双顶的形态的这个。顶点啊，把这个止损移动下来。那止损移动下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止损到这儿的时候，止损出场的时候，它的损失呢也都非常非常小。那距离以我们上边的这单止损出场的时候，它的止损只有14点，那它可能带来的这种止损值就变得非常小。那我们看到 Ray 同学空到了啊，那空到的这单应该也是不错的一张空单，所以这个图还是比较有效。所以最近几天的行情还是相对单纯的一个行情，对美元对日币的走势的状况啊。那用 AO 指标来看的话，我们会发觉它在目前所形成的一个格局叫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形。那图形当中。峰值约略平齐啊，或者说峰值稍微有些增长变高了，而上边的这个峰值呢开始变低了啊，底下的值变高了，上边的值变低了，这叫什么？这个图形我们把它叫做背离啊，这就叫做背离啊，双峰的一个背离行情，行情和指标形成的一个指引不相一致的一个。啊，指引不相一致的这种样的状况，那这些有些交易者会做背离的。那我之前见到过一个交易系统，它怎么做呢？它是4小时图上发现背离啊，或者小时图上发现背离，然后在背离的这个节点呢做单了，做在5分钟图上，所以感受到那个就像是做的非常神奇一样，就像这张图，我们在小时图上发现背离的这些位置。
啊，发现了背离的位置，在五分钟图上，如果在这儿开始做空的话，会做到令人惊叹的一个位置，会做到令人惊叹的位置。当然，优点是这样，缺点呢，这些行情在某些时候，这些背离的行情在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先背离，然后再朝原有方向运行的这种走势状况，而且它不是一直背离。它不是一直背离，也就是说背离，它在交易当中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入场的讯号，背离不是直接入场的讯号。但是如果出现背离的话，出场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啊，美元对日币的图形。啊，再看欧元哦，欧元看我们一冲而上啊，模板当中一冲而上走得很急，啪，又是一波行情。那英镑也是，英镑也是开始在运行，往上去走一些挺升的行情。我们说直盘货币啊，直盘货币在最近几天里边，它的走势的状况是非常非常好的啊，保留一些直盘货币的交易啊，黄金也好啊，英镑也好，美日也好，欧元也好，就把我们的交易重点放在直盘当中来去做啊，所以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主体的交易思路啊，切换到我们的这些行情和内容当中来的话，我们会看到峰值平仓啊，上边形成的双峰，我们会产生一个平仓动作。刚才的美日是双峰出现了不平仓，而是一个反转向下的行情，双峰也是可以，双峰平仓。啊，指标的背离啊，我们看到这里就是指标的背离，指标在往下走，价格在往上走，再往下走，价格在往上走，形成的一个背离，指标在往下走，价格在往上走，形成的这种背离的这种状况。那这样的背离，啊，这样的背离在交易当中其实，至少用作出场是非常好的啊，指标一背离，我们就做出场，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交易的策略。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指标的运行。好，回顾到我们来看今天的给大家的交易的计划，还有行情。黄金逢低买入，每日挂单执行。那美元对日币高空高位空单啊，坚持浮盈。澳币逢低买入红，关前调仓等待下一轮行情的继续的发动。好，那刚才我们就做了关前的调仓和仓位的调整。美元对日币，哦，现在开始继续的往下走。啊，美元对日币继续往下走，英镑，好，再往上走，都是在运行当中。好，看一下交易的细节。那交易细节当中，我们注意到，行情出现啊，特朗普再次炮轰美联储，表达对渐进式加息的不满态度啊，这是典型的这种商人的这个思考方式啊。强化的美元啊，对美国的经济影响，特别是对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啊、税改的方案都是相当重的影响的，包括美国股市也会受到加息的这种可能性的影响啊。那我们看到这个行情上方的位置啊，之前运行的位置就是逢低买入。今天给大家的交易的思路，逢低买入啊，包括指标也是一个完整的 buy 的值啊，很多都是在做多单 buy 的值比较多啊，逢低去买入它。那碰到的低点，将来反弹的高点呢？目前是1.16，阻力位的位置是在1.1650到1.17的阻力区间。那我们在日内交易当中，实际上是能够拉出四五十点的获利空间，有大约四五十点的这样的一个获利空间在。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我觉得交易也就拿欧元来说，目前的欧元的状况现在比早盘的就涨了一些，早盘在最低的时候，这个低价的时候跑到了52欧元。回调到52，然后反转向上，欧元也是值得交易的一个
值得交易的一个图形，反转向上的。那只是行情稍微过了一些，稍微过了一些，回到低点还可以继续去多它，回到低点可以继续去多它。这是我们看到的原的图形，澳币也从底部开始又新的一波行情又上来了，澳币现在正在入场机会上。我们来看一下澳币，整档行情当中的澳币，从负二区域开始向上运行，澳币今天站上了周成本线啊，形成了一个周成本线的站上，多头还在运行当中啊，周线图几近呈现穿越状况，那。澳币指标方面上有所汇聚，破位做多的位置就是，如果你想你没有做这个低多，那想做这个破多，我觉得这个破多的位置可以选择在7360的位置，就做这个破位的多单，去做切进这个破位的多单当中去，切到这个破位的多单当中去，这是澳币，暂时交易机会不明显，因为今天澳币走出回调行情，有可能会回调比较深了，有可能回调比较深。其实英镑在今天里面是比较有利的行情，回到低点然后冲上去，镑其实是比较低，镑比其他要更好。底部现在形成四小时三 K 反转一形成，然后一个多单的交易机会就出现了。镑现在的ATR 指标17那个波幅相对来说还是。比之前的有所上升，那么如果它波幅17四小时图上选择两倍，止损也还可以啊。止盈的位置，跑上去40点50点啊，作为英镑的止盈位置是可以的。目前英镑正在运行当中，英镑的多单正在运行当中。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内容。那日内英镑脱欧传出喜讯，欧盟首席脱欧谈判官，他表示呢，说是欧盟，没有再为无谓的脱欧窄幅波动，保险震荡上行走势有望突破1.29，测试1.3的大型位置，暂时不建议做空英镑，那英镑冲击的位置，将会冲击到。将会冲击到，我觉得将会冲击到1.3的这个关卡价位啊，将会冲击到1.3的这个关卡价位。那么，当行情冲击到1.3的时候，行情可能重新做一些整理和洗牌动作，重新做整理和洗牌动作，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那第一步可能会冲击到1.3。那就是之前的资主互换啊这些的位置啊，1.3的位置，之前的位置位于在关键的关卡价位，资主互换的位置是在也是在1.3，那行情大阳线挺深，还是在这个还是在这个运行当中嘛。还是在运行当中，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英镑的图形啊，是看到英镑的图形。黄金对美元，在这个走势当中，我们说，美联储在明天凌晨2点公布会议纪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会议纪要，那。公布这次会议纪要，其实重要点不在于本次的这个，不在于本次，也不在于今天他公布什么，而是说他的这些会议纪要会对之后的9月份的美国的政策制定有一些前瞻作用，这是市场对美元的加息预期很强烈，特朗普再次成为金融市场的主角。注意，
注意我们今天说的内参当中这句话，就是说，美联储加息有很强的预期，美国总统成为金融市场主角，他们两个产生的力量是相对的，这个力量不是相同的力量，而是一个相对的力量，一个力量指引，一个力量指引它朝这个朝强的方向走了，美联储加息带动了美元的强，一个牵引它往弱的方向走，所以这是中间有看点的地方。当然今天晚间给予的是美联储的声明嘛，它的表示是美联储的观点意见，所以今天可能会产生一些波动，今天会产生一些波动。那我们在关卡之前做一些减仓的动作，也是对这个行情的一些匹配。这个决议，我想时间允许的这些同学也可以在这个时间允许的这些同学也可以在实时的地方去观看一下这波行情的这一波。观测一下这波行情的走势。所以今天先做的一个动作是进行黄金的减仓了。先进行一个黄金的减仓。那我们在这儿说等待回调饱和之后再做。在做这个交易的决策，和的位置就是有一个回调饱和，那晚间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行情，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在上面的走势，大概率会测试1200和1210的这个位置。那澳币对美元，我们看到上周以来澳币对美元一路下行，最低下探到72，现在出现了反弹行情，公布的澳大利亚失业率 5.3， 6年以来最低点，带动澳币上涨。那下一个关卡测试74，我对澳币还是比较有信心。那我个人对澳币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认为澳币在动的过程当中，澳币在动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它多的力量。来看一下澳币的实际的图形，这是上在今天早盘的时候去测试了关键的关卡价位，进入到了我们的枢纽线的内部啊，指标出现了向上的挺升行情，那下边的 AO 指标也产生了翻红，这些都是一些入场的讯号了。中级班的同学在中间会找到它所对应的入场讯号。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下跌碎小线型反弹弹到高点。那今天执行的区域，可执行区域其实并不大，50%的位置会带领你去做到最好的交易的点位7337的位置上，目前是7348的位置。所以今天我觉得趋势行情来的时候，你做单也容易啊，趋势行情来的时候做单也容易，你就按照这个行情去走或者做就可以了，你甚至不太需要去多想。我们交易当中经常说在我们之前小时候写作业的时候会说送分题，送分题，这是一个送分题。那在这里上面呢，就是不只是送分题，而且送钱。刚才有同学问 Grace 问到说，这个背离出场看什么样的时间，是问时间间隔吗？背离出场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用在相对较短的时间级次上也可以，就是用 AO 指标入场需要用在4小时上边以上的级别入场， AO 指标出场不用啊，在短线上也可以做出场。短线上因为短线有时候它接近到这个获利满足点或接近到那个位置想出场的时候，它出现一些短线的背离交易机会，你就可以在那儿去做一些出场的出场的动作。比如说我们在
比如说我们加上一个 Osmo Oscillator 的 AO 指标啊 ，AO 指标。那这个 AO 指标如果出现背离的时候，就拿此图而言啊，我们出现背离的时候可以做出场。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峰值，这是一个峰值。那我们看到在下方的时候，这些峰值呈现出一个变低的状况，峰值变低。如果再加上前期的这个格局的话，我们看到峰值是逐渐变低的，而价格是逐渐变高，所以在这些时候就出现一些背离的状况。特别是我们把这个，我把它变得再粗一些的这条线，这条黑色很粗的这条线啊，黑色很粗的这条线在这里出现的时候，它是出现了二次或三次背离。那在这里有些时候就可以去做一些出场了结的动作，你甚至还可以把它变到更小级别上去，找到一些更加清楚的一些背离点啊，去寻找这样的一个出场的点位的一些交易的机会啊。当然你越小级别的出入场点带来的交易的位置，出场的位置可能会更好，但是出场的时机有可能会更早，就是你的单做不长，局部的位置更好，所牺牲的东西就是长期的持仓效果并不特别好啊。这是中间有舍有得的啊，这是中间有舍有得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同学去做到的美瑞啊，跟各位同学去。我们有同学说昨天做多了美瑞，美瑞的行情我们在最近几天里边按照交易系统来去做的时候，我们认为做的单应该是做的是一个做的单呢应该是一个空美元的单啊，不应该说是去多美瑞的单。我们昨天去谈及说，如果去做瑞朗的话呢，应该做的是欧瑞啊，你哪怕要做的话是做的欧瑞的多单才对，不是美瑞的多单啊。所以这里，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去搞清楚啊，要做的单不是，我们要做的单不是美瑞的多单，而是欧瑞的多单。因为我们不太想做美元的多头的行情，我们想做的是什么？想做的是美元的空头行情。那这样的话做瑞朗应该怎么做？我知道我们同学是想法是什么，如果在震荡往上做是震荡行情，而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看到的美瑞就是美元的行情还是比较空的。那如果有同学已经入场了，我觉得守住下面的止损点9788的位置，大约还有30点啊。如果已经有同学入场了美瑞的多单，那现在亡羊补牢的工作就是低点啊，守住下方的低点，不要再使得亏损的进一步的扩大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交易的方向做反了。实际上是交易的方向做反了。这是我们看到的美瑞啊，应该做的是欧元对瑞，就是在这个时候不去在这儿去啊，这是它的基础。来再看美元对加币啊，美加行情也是继续在往下走。昨天还做了一个原油的补单啊，补单出场了啊，原油在继续在往上跑，原油也是走得很疯狂啊，跑上了，跑上来我们把它做止损啊，原油的补单离场，原油还想说它继续的破位下行的，那补单离场了，甚至说我们原油可能会在高位上去再去做一些减仓的动作。原油今天出现有意思的现象，大型的阴线被反转了。大型的阴线在这里被反转上破了，原油可能会面临更进一步的减仓啊。我们在这里把底部的原油单也在减少动作，把原油的单再减少一些。那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些行情出现了一些反转的迹象，
出现了一些反转的迹象，所以原油的仓位实际上是应该做一些调整的。原油的顶部的仓位或者底部的仓位，我觉得可以再次去减少一些，把它减少掉三啊，减少掉三，就把我们的仓位再去平掉一些。原油在刚才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变动的一个状况，原油包括昨天我们做原油做了两手的原油还。原油对，这是原油的行情的变化，原油的这个行情的变化，把它去做一些减仓的动作。那我问一下同学，目前还有哪些同学有原油？啊，哪些同学还有原油？啊，那可能有的已经没有了，没有那就不说了。原油，我觉得有可能有同学昨天的原油啊，昨天我们补了一些原油，但昨天的原油肯定。原油现在更是应该要离场，啊，昨天的原油更是应该要离场原油的这个单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原油的图形。原油底部，原油要减仓啊，原油要减仓，不弄了。再往上可能还会要继续减仓，当然，原油这个行情也有可能去变盘啊，你别以为行情走走也可能又跑下来了，也不是没可能的啊。所以暂时上，我们原油是进行仓位的调整，目前还没有完全的。原油要做仓位的调整，空单，空单减仓，减仓幅度我们，加码单减去了37%，八单减去了三，八单减去了37。好，加码单减去了37。那中间，这个行情也有点意思啊，就这个图形其实是个有意思，它不完全是一个反转的行情。反转不是这样的，反转的行情更像是这个结构的，更像是反转行情啊。我们比较它中间的异同，比较它中间异同，下跌，啪一下弹上去的这种反转的力度就大，而下跌当中，它反转就是逐渐上行的那种，有些不是那么特别的，不是那么特别的。一样啊，结构啊，不同的结构啊，走出不同的结构出来啊，所以中间就是这些类型的 K 线啊，你今天我们在课堂当中给大家去。说一个节奏感，就是你去体验体，我左边现在鼠标所指的这个行情，它一根下跌，慢慢上涨，就这一点差别就是在交易当中会出现很大很大的不同之处，把它发到当中来，发到这个群当中来啊，给各位同学，所以这是我们。
原油的仓位的这种变化的状况。那今天我觉得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一些美元对日币的单还可以继续的留着，英镑的单有一些回调，澳币也有一些回调，慢慢等待机会了。相对来说，我觉得最近两天机会还是不错的啊，黄金也在走这个回调行情。来看一下股指方面，还有新兴货币方面啊，我们看到南非兰特又从高点上回落下来，14.388啊，这个图形有可能会见底。股指方面上，纳斯达克在高位运行，来看一下澳股，反转开始走下走，来看一下美股的走势。标普还在顶，还在抵在关卡价位上，标普还在抵在关卡价位，标普还没动，所以中间标普这个行情也是很有意思，走到高点了，一直也没在这边去产生出一些一个行情。不过今天它在走这些走势的时候，我觉得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变盘啊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来自于今天行情的一些变化。那就是来自于今天晚间行情在晚间的结构上可能会有这样的变化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图形。留一些时间给大家来提问题啊，各位同学中间有问题的话可以向我们提问题。那中间各位同学扫描我们二维码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得到第一手的交易的数据和我们的交易的讯号。我们看看各位同学的问题。行情最近走的这个纽币也开始从底部开始往上走了，纽币也呈现出一个多的行情。交叉盘当中，欧元对澳币的单有一些浮动的亏损，欧澳单是挂单进去的，挂单之后然后冲上来了，欧澳挂单进去。欧澳也冲得比较急，欧元对加币，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直盘交叉盘当中的欧元对加币的多单还是比较明显的，欧元对瑞士法郎也是多单的一个格局。欧元对纽币宽幅震荡啊，没有特别好。英镑对纽币是偏空的，镑纽是在往空走。欧元是走的比较急促，欧元的涨势目前要比英镑的要快，所以镑纽在走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走势，震荡的非常厉害的镑纽走势。当然，按照系统做是偏空的，镑澳的涨势，镑澳站上关键位置。不管的瑞士法郎啊，看一下镑日，镑日从低点开始冲了上来之后，镑日昨天也有投资人提醒啊，镑日破位了。那今天镑日在走这个回调行情，镑日走回调行情，我觉得镑日在目前的时候做一些大阳线的布局啊，也都不错啊，走一些大阳线的布局，回到低点之后，然后去做一些
澳币对纽币，澳纽是一个很难做的行情，澳纽在这些交易当中是很难做，大阳线被反转，顶部的大阳线现在被反转，有走空的一个迹象啊，有走空的迹象。但是棒纽，我们知道棒纽在这个行情当中的走势的这种意外性，或者说它的这种摆荡性是特别特别的强。所以棒牛，我觉得，你想做可以去做一做，但是它是很容易吃亏的，就它会虐你千百遍的，棒牛会虐你千百遍。澳币对加币目前的走势的有些目前像是，从顶部开始翻的，那实际上这个行情还是加币带来的，就美元对加币带来的这波下跌的行情，澳币对瑞士法郎呈现出一个空的，已经反转的迹象，均线上也已经走出反转迹象。明天的时候，澳瑞是一个，那就这种类型的图形啊，这种类型图形直到明天的时候，澳瑞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可以去切到数据当中的一个行情，澳瑞。看看吧，看看明天这个图形怎么变啊？明天早盘的时候，我也会在第一时间去关注到澳瑞的走势，因为今天我们做的单呢，大多是做了一些减平的动作，没有做新单的开仓，就除了英镑之外，没有做新单的开仓。最主要是今天晚间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重要的数据去公布，所以看看数据如何去动今天晚上会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好多同学当中有非常多的同学就是交易当中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专业的交易的状况，或者说交易的认真程度啊，思想中间有所成就的这些同学，我觉得在今天晚上是需要去观测行情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苏珊、陈洛彤、陈云芬、陈玉林同学管先生、郭超、黄建发这些同学包括小燕、宋淑娟，还有苏先生，那这些同学，我觉得中间特啊，包括小易，那中间在这些同学，我觉得你们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就是这一类型同学，就是交易有了些水准，想要再去进一阶的同学，今天是应该去做一些增加一下自己的实战的盘感和能力。那剩余的一些，还有一些同学，相对来说就是交易的时间不是特别长，或者说，没有那么长的交易时间，或者说还没有对这种基本面的了解不是那么清楚的话，你可以看，但是中间晚间的时候就不要再去做单了。等到明天有了交易的讯号，或者说有了指引之后再去做它，毕竟这种数据的行情带来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不一定合适，不一定它是合适每一个人的，好吗？那我们来再看一下其他同学还有各种问题。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那行情也比较单纯，越单纯的行情，越容易获利单边的去执行这些交易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在我们的群当中，向我发问问题。那我们今天谢谢各位同学的参加，我们明天再见。